师傅同学还有一般同学所有各位的亲卫们大家早上好。在这里我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学业有成。绝对不会不能不能让一个赛跑的人来主持啊，所以这一个布置呢，2023年的布置呢，应该是和新的布置，我们能够很快的突破了我们自己要求我们做到我们愿意做的东西，所以希望2023年你给我们宗教能够更辉煌的一年，所以在这里我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
对，不是。
杯宽我累了。好的，拜拜。我办好准备了。准备要讲什么话？三、二、一。